今天看门诊，然后有一位老病人回来，然后有些感慨，所以跟各位聊一聊。这是一位大概六七年的病人哦，然后每半年一年回来看一次吧。那他跟我说他的皮肤有改善，然后我也跟他聊到那个最近的经济状况，然后他忽然跟我说，叫我务必要坚持下去，然后至少要他活着的时候能够接受治疗。我觉得有点好笑，可是他说我蛮认真。我跟他讲说，其实肌肉监测这件事很苦啊，哦，就是250块挂号费啊，看诊都要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。如果不是我之前父母留下来家底有一点够的话，其实不太好支撑哈。他就说他知道啊，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都是用橄榄油嘛，那就是回来监测一下，也就是收他的挂号费的，就是有点像医师的天职吧，哈，这样说。跟各位聊的是这样子，就是肌肉监测这件事情，其实常常会被误解哦。那黑粉有一些，然后粉丝有一些。那黑粉不太忠诚啊，粉丝很忠诚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粉丝通常，得到肌肉监测好处的人，通常不太会发声，因为好处就好处嘛，有什么好发声的？可是只要稍微有点肿胀啊，比较激动的人，他就立刻在网络上发言哈，然后就会跟大家讲肌戒毒很恐怖。在我的角度来看，其实这不是坏事哈，因为我们可以筛选掉一些耳根子清，然后动不动就听了就不回来的人哈。那这样其实你我都好了，就是你继续去找其他医师吧，那我也省得生气这样哦。那反正250块挂号费，看看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也没什么好赚的。那只是这个病人今天跟我讲这样子，我倒有些感慨。我跟他说，我们也想教其他医师哈，但是没有人要学，因为实在太难赚。只是跟各位，反正今天嘛，今天就明天要选举的话，留个记录这样，就是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很好玩的哦。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那我们会坚持做冬天的阳光啊，让大家都能够持续在冬天看到希望。那至于这个阳光能够温暖多久，我觉得是上帝的旨意，就不干我的事了。谢谢各位。